不应该，不是本座主的对手，你我俩挥准而来，敢相克跪下？了呸！你跪天里跪地，杀跪我老母甲老爸，也无跪你这个矮仔当跪。喂！哎呦，哎，讲话安尼是，迄是讲遐么面堂，当讲遐么身材矮？但是，安怎？我当时嫌你面堂。你拄则毋是讲我面堂吗？我当时讲的。你用比的，我看会出来。我无讲，你去介绍人听，无唔对，我就是嫌你面堂。哎你，哎好啊，你老受你啊，我处处给你机会，你就无爱把握。无需要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唔愿受辱，我甘愿受死。今仔日伫咧遮一句话，要台要我洗在你。啊好，既然你讲话遮尔啊红声，对啦，你有男人的气概。你想要死是不是？想要死，我嘛是讲全力打你哩。好，终于了，出去台。不，大哥回来。大哥回这里来，老鼠先傲一边。是，这边吃花叶子。